各位观众早安，姐现在位在南门市场，可以看到呢，早上9点多这个来买粽子的人潮呢就已经非常的多，而且呢店家的橱窗以及柜台呢通通都是摆满了粽子，因为呢距离端午节呢就不到2个礼拜了，因此呢不少民众呢都来做最后的采买，但是呢今年呢购买粽子的民众呢钱包恐怕是有一点点压力了，因为不少名店呢都喊出涨价，像是御长御坊呢就宣布每颗粽子的品项呢都涨价5元，我们现在听听店家的说法。因为今年真的什么原物料都涨价，你蛋黄里面的肉、米，还有蛋黄，还有香菇，其实样样都涨，连最生制还有它的粽叶也涨价。他们可以听到呢，店家是表示呢，因为最近的原物料真的是涨得太凶了，而且呢加上将近了2、3年没涨，因此呢选在这一次的端午节每颗涨价5块，像是最丰富的品项呢，香菇、蛋黄、鲜肉粽一颗呢就飙到要价85元，另外呢还有招牌的湖州肉粽呢是从55元涨到60元，北部粽呢涨到65元，南部粽呢涨到73元，而另外两间名店像是丽家以及南园呢基本上都没有涨价，但是呢比较起来三家的基本粽款呢一颗都是要到60元，不过呢归咎涨价原因不坏无乎呢就还是粽子的原料有大涨，但是粽叶跟绳子呢基本上就涨2到3成，还有糯米猪肉都多个1成左右，就连呢原先的蛋黄呢也都有涨价，因此呢在这个端午节前夕呢这个荷包恐怕还得再撑一波。以上是现场最新，我们将时间镜头转棚内，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，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